无边的盆地上面蕴藏着无数的矿产资源。磁悬球形车，简称悬浮车，它的设计运用了非常超强的尖端科技，巧妙地将地下的矿产资源转化为它的能量，从而驱动汽车行驶。还没见过这样的汽车，就好像是在电影里头看到的样。悬浮车有一个功能是自动驾驶，声控系统能识别人声，并开启自动导航。导航回家。悬浮车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它的安全感应器，它能根据自身行驶速度和周围车辆的距离计算出最安全的行驶距离，可能发生危险时汽车就会自动刹车。咋个的嘛你？我真的为我们孩子感到自豪，他确实有些与众不同。玩家，没错，说的就是你。Volkswagen, das Auto.